拍拍美景。能给我倒杯水喝吗？我给您倒。谢谢。老师性格太好了。你们太小了，你是哪一年？03年。天啊。好糊啊。这回好一点没？哦，要回去了。哦，今天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在准备着，嗯，所以明天就回去了。现在大家在吃晚餐。哦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这位，哎呦，这位同学啊，是大牛排，相当霸气了啊！我直播呢。啊，直播呢。对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也可以说，别违规。锅包。嗯啊、哦，哎，你用牛排不是？你用那个刀叉真的不顺呢，伟哥，真切不开呀。嗯，就牛筋，太生了，可能要熟一点会好一点。哎呦，不知道切哪，切不下来。是。谁吃完了跟我走啊？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今天这个发型显着额头有点大啊、哦、这个发型不太适合我，是吧、嗯、对，我们今天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地方在拍摄哦，今天的工作结束了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嗯，我们这个节目叫华彩东方啊，是跟国风有关系的，所以从国内也来了很多汉服的小姐姐们哦。看这些汉服的小姐姐们在这里很漂亮。来吧，你在直播吗？没事，哦，拜拜，让他们看看。我给你，对，我点了，让他们看看这个小美女。我刚刚打开。抖音的。对。呀。哎，挺好。老师，我有事跟你拍一下。来吧。哦。我在澳门跟于刚老师合过一次，是吧？第二次，好，我给你们拍一个啊，来，你们再单独拍吧。嗯，我想补一个，来，让你看。好，你好。哎，他拍的好，刚才就按照他那个方式哈，嗯、来吧。他想要看，我们可以自拍，也就是可以自拍吗？谢谢老师，自拍就可以了，可以。好。好，谢谢老师，不错，不客气。老师，哦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哇，看看这个小女生太漂亮了。行，我先帮你两台，来，啊，来，老师，我们一人一边，一人一边，好，来，三二一。OK 老师，你早上夸的那个头是我做的，是吗？是你做的啊？你快和我经纪人又留个电话，我接下来有，真的吗？有任务找你，走，跟我走。好，来，我再跟这位小女生拍一个照片。哦，太漂亮，是不是很重？啊，比较重。来吧，咱俩自拍呀。好的，这是啊，好，对，你穿下披风吧，然后呢，好看一些，穿一件吗？谢谢。穿吧，哎，走。好，我们来。哦，走，我带你走。带你走，来，给我穿披风。哇，不会手机丢了吧？在的，老师。老师，我来了。可以。当然可以。老师来，可以。啊，刚才不是我们一起吃，哎，跟他是一起吃饭吗？是的。他们俩有点像。视频可以。一会儿哈，一会儿我找你们，因为我这块正好。有抖音的直播在这里，哇，好多人啊，六千多，好多人，我一般直播才2000多人看。哦，这么多人直播我就不听了，我有点丑。你叫什么呀？跟他们。山海，我叫山海观物。山海观物，你呢？我叫秋月凉。秋月凉，好吧，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啊。嗯，来吧。
哎，谁拍？佳姐。OK， 好、哦，你拍。OK。好。谢老师。对，跟几个小女生，好、哦，汉服小姐姐们拍照。啊、哦，来了啊！我也写了，哎呀，我们一起。好，我帮你。好、啊，我们一起。来来，先拍照。拍过了，拍过了，他拍过了。哦。来吧，你跟我走。我把你压过来，走，走，稍等啊，来呀，哦，对呀，哎呦，我以为咱俩拍完了呢，我们两个还没拍呢，现在拍，来，好，好看，老师你好，谢谢老师，快点，是他做的，手老巧了，老师你好，是吧？是做那个头饰造型啊，那个，对对，就是很高很豪华那个。一会儿留个微信吧。哦，是不是好看？哇，直播间7000人都说造型好漂亮。上面做的什么？我说刚才我是想，哎呀，我说突然之间我们这里是巴黎是白天，那边是黑天。我说我打开直播，那边人那个衣服，对他们一定会很兴奋，说怎么会是白天？嗯，啊，他们两个太漂亮了。好，一会儿脸闭合，是不？太好听了，我也。谢谢。哦，记住他们俩的名字了吗？假设记没记住？太高物。以后对，你们在抖音上有自己的啊？有账号了。有账号。哦，你们去找一下他们的账号哈，7000人。嗯。老师太好了。我是抖音的汽车博主。汽车博主啊。被抓过来。他是抖音的汽车博主。哦，然后穿的汉服，但很漂亮。我一会儿给你拍。因为我姐说的都是国风的汽车。是吗？有。对。真的假的？对，都是国产品牌，就是比如说像比亚迪啊这种中国自己制造的这种汽车，对对。然后就反正国产的新能源车都还蛮好。我一会儿来给你拍哈。好呀好呀。我正好把这个，快看，这个造型。这是国。嗯，你跟他们说你叫什么？我叫白依纯。白依纯。嗯。你在抖音的账号叫什么？嗯，就叫白。去吧，各位啊，7000多的小伙伴们去关注他的账号去。啊啊，他们在拍他们。我带你们去看看啊，一会儿再回来看这些汉服小姐姐。这次在巴黎的活动就是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压轴唱万江，啊。对，我想让你们看一看。那个城堡哈，哎，看到了吗？就是我们就是在这里演出啊，这里还有一条河，看啊，看到了吗？那边怎么样？啊，法国巴黎的风景还挺好的，嗯，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哈。看看所有的设备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嗯，对，是，一会儿我们就在整个的后边的那个区域演出，嗯，哎呀，对，有人问我们现在是几点啊？我们现在是这边是马上到晚上的7点了，嗯。马上到晚上的7点，看城堡。嗯，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把我的工作完成了，我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，但我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票。最重要是我不知道看什么了，因为得金牌的，比如说全红婵，听说刚才也得了金牌，那我其实最喜欢看的就是她。那个小妹妹，然后看游泳也喜欢看啊，但是基本上也赛程过半了。嗯，哎，霓裳羽衣曲是不是可以找到人？整个做里边漂亮的头饰了。可以啊。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对，哎呀，这个草很绿，是吧？嗯。他们去哪了？他们回去取东西去了，那我们走吧，我们就先溜达，反正就你东西也不用你管了。对，汉服小姐姐在这边哈。嗯，这边有很多人愿意看汉服小姐姐。愿意。对，你们愿意看我还是愿意看汉服小姐姐？你们说。啊、哦。对。怎么样了，收拾的？
快，你跟七千人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盛威。哪两个字啊？盛，那个的又一个土，然后微笑的微。微笑的微，知道了。你在抖音上的名字是吧？对。哦，就是齐天大圣的圣。对。微呢？微笑的微。哦，大家去吧，盛威去看他。你叫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小明。小明，抖音账号叫什么？是的，就叫小明。哦，就叫小明。嗯，大家去查他们的账号去啊。谢谢老师。嗯。他刚才这个是唐代的唐朝的造型，贵妃的造型，所以呢有点凤冠霞帔的感觉。不是，其实他头上戴的基本上都是那种簪子，供养人的。供养人的是敦煌里边的造型还是就是对复原的？那复原的啊。那为什么叫供养人啊？还不知道呢。就是在壁画上面。哦，还是壁画的，制作壁画的人。哦，OK， 他也在拍。你看我们国外的好朋友啊，国外的好朋友在拍汉服的小姐姐，因为他们也被中国的这种文化感染到了。哦，看看国外的这个兄弟，哦，他非常的开心，他已经拍了半个多小时了。哦，他就愿意看这些漂亮的小姐姐。嗯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小雨达。小雨达。哪个达？咂巴嘴的咂。啊，小雨咂。他是全国武术冠军。啊，刚才剑术那个，天啊，你说话跟你的剑术一点都不相匹配。刚才我们排练，我看到他舞剑了，而且舞的英姿飒爽。他一说话好嗲。叫我小雨夹，小雨哪个夹啊？我夹子音的夹，是吧？好，叫什么？叫小犬。东北的？不是。哪里的？江苏的。江苏的，她是不是有点像东北女孩的感觉啊？是吧？大个儿，我妈妈是东北的。很爽，主要是说话很爽。哦，你们去抖音去找他们吧。嗯，对。哦，降温，好吧。我们应该走了吧？从哪里走？走，从外面绕过去了。哦，绕一下哈。但是还是一会儿见哈。不是，我没有选择。还在拍，还在拍，这外国的兄弟可喜欢了。啊，完了，手机很热。怎么回事？嗯，啊，谁说高情商李老师？哦，为什么何出此言？啊，对，哦，还蛮惬意的，啊。读名字可以吗？哦，前面带李玉刚的名字呗。哦，刚思义没看到了，沈玉祥看到了，爱吃美食的小芳看到了，不离不弃看到了。哦，帅玉的什么？这边转转吧，我们找一下吧。这儿美吗？漂亮吗？哈喽，咱们那个打卡区也很多人，很多观众，然后很出片。是吗？打卡区。给你看一下，我刚刚拍的。哦，是这个呀。是不是挺出片的？哇，太棒了！你是抖音的这边的？嗯 ，PC。看你们。没有，我们有小笨的微信，我有的。有的哈。啊，轩发的微信我有。那行，跟他联系平时哈。对，因为国风那年我们去做了，今年做第五年了。哦。所以一直想请你们，然后这次终于来。OK， 以后合作哈。好，我们又往那边去了。我还唱什么歌可以看？应该还会唱一首《梨花颂》吧。哦，网络太差了。
包菜，看看我，双月看到了。哎呀，我带你们往这边走走吧，就是这边信号，哎，这边的信号还不如那边好呢。啊，对，哎呀，信号不好啊，宋老师。对，这边信号不好。信号不好，然后是不是有个卡呀？卡，很卡，嗯，都卡掉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啊。调过来是不是能看到我呀？哎呀，算了，我这手机。啊，袁小袁看到了，水墨丹青，沈小韵。对，前边卡李玉刚灯牌的，这个叫灯牌不？我就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啊。是杨柳玉，啊，是这样的呀。哦，我在这儿了，头发也吹乱了。新月君兮，木衣，水墨丹青啊，燃青，是不是信号特别的不好？汉服的小子，看他向你们招手呢啊！对，这几天我们一个团队一个 team 的这些汉服小姐姐，在巴黎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他们精心打扮，老师，杭州不见不散，看到了啊、哦，但是一闪而过。是不是信号特别不好？嗯，暖序啊，暖旧，又暖又旧，翻片。Hello， 来吧，嗯，我直播呢，你跟他们打招呼。Hello，、对，你们叫啥？我叫沈胜鑫。我叫于璐。你们俩是好朋友还是？我们是情侣。一对。实现梦想。再来。Hello、对，刚才人特别多，但是信号不好，把人都卡掉了，卡出去了。我的好想。对，这个帅哥也喜欢汉服，那个是他的女朋友，他们两个就像穿越过来的。哎，你是明朝的服装吗？对，是明朝的。那你这个呢？是唐朝。唐朝，我俩穿越跨，他俩跨念千年，他们俩跨越千年的恋情。哦，你们拍我，我也拍你们。刚才还在，刚才 Hello， 在这儿。来吧，我把镜头，我站这边。翻转过来，哦，看看他，你们等一下啊，我拍照片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你们从哪儿来？我们是留学生，法国留学生。哦，我们正好也是，我是演员，他是歌手。哦，是吧？我也会唱，你会唱我的歌。对，那他平时在巴黎。对，你呢？我在意大利学歌剧。哦，是这样。对，然后你们都喜欢汉服。对，天啊，他们好让人感动。然后在巴黎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，我也是演员出身。是吗？学表演。哦，那意大利的歌剧他是巴黎。那我们走了，谢谢老师，有机会再见啊！好，
加油哈！你不会回国吗？会，我才会回去啊。对。哦，那回去会是属于单干呢，还会考，还是进院团呢？也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待定。啊，待定，待定。那回去吧，好吧？我回去之后，对，为我们，就是为我们自己的这个，就是能放放，能有更多专业的人回国，当然是更好的。也不一定唱音乐剧啊，我也会，他也是唱音乐剧是吧？其实也要专歌剧，但是音乐剧的话也是要专业，也在尝试。因为在国内，其实音乐剧现在算是也跑了几年，但是跑得不太好。那我相信未来会更好哦，因为人才太少，你们回去就是人才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加油，好嘞，好。走吧，老师可以合照吗？谢谢老师，我觉得可以。擦了啥水？天哪，卡掉了这么多人，这个信号确实不太好。对不起，这边信号不好。来，自拍也行，来。自拍挺好的。你们把手机拿好，自拍啊，因为自拍效果。自拍效果，来。啊，好。来，我们来，一起，我们一起。白出什么歌给看一下？我是你确定？我靠，半斤八两的事情。不客气，你们往那边走吧，一边等着。可以啊，是可以讲的。来，你们往前走一点，桥边。谢谢。这边吗？我们俩，别那么宽了。帮他一下吧。来，稍等。我跟老师拍。好。拍。拜拜了。来，招人。请我配合影吗？好。谢谢。哎，你们怎么那么高啊？没关系。那个来，鹏鹏。谢谢。谢谢老师。真的。给他拍一张。七六。他自己。我热卡了。排队，这我掉河里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你逗着我。这边。好。不客气。他们是有那个信号，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。好，谢谢。老师帮我拍吧。老师，来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好华丽，漂亮哇！太漂亮了，我都不敢上前。是他这个好美啊。谢。好。可以，谢谢。老师，他想跟你拍，和我一起。Thank you。我帮你们拍。Thank you。准备好了。汉服。Our new is different. Thank you. You too. 你们先拍。对，你帮他，帮我们三个拍一下。好，叫好。OK。哎呦，老师，你来，他想跟你拍。哦，好。那你让他在中间，咱们俩。好，这样。哎呦 ，OK。粉丝说你成打卡点了，著名打卡点。OK。你打卡。可以去三百几。好，三百几。哦。让他们过哈。好的，谢谢。妈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就是可不可以拍一张？好吧，过来吧，再帮我拍一下。过来吧，谢谢。对，我们在法国。好的。谢谢。去吧，玩去吧。可以哦。这样。谢谢。来，先忙吧，一会儿回头我们再见。哦。哎呀，累了。著名打卡点，法国著名打卡点。我们一会儿就在这边啊。哦。因为他们航拍要拍城堡吧。哦。对。哎呀。
信号不好。还可以，现在4500人。但是国内现在睡觉的比较多。那没有，刚才将近10000人是、哦，但是我走着走着都卡掉了。行吧，是不是准备开始了？Hello。哎，我也想那么瘦啊！陈都灵好瘦啊！你现在也很瘦了。嗨，OK。法国小哥哥。对，这真的是 OK。不是，来吧。谢谢你，我就特别喜欢你。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来吧。啊。谢谢。哎，谁拍？我还录上了。OK。可以帮我拍这个吗？可以，你好厉害的。谢谢，他反正他帮我拍。可以吗？可以拍一张吗？来吧。谢谢。这个是。我都拿你拍的，发给我。认识我都不记得了。天哪！谢谢。吃饭。我都穿的绿。啥情况？这是？哎，挺漂亮的。可以，谢谢你。快你上人家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客气，老师帮我拍一下。你的自拍太粗了，著名打卡景点。老师，你赶时间，不赶时间就拍。你自己拍，还有拍几张吗？你 live 拍着的哈。好的好，谢谢老师。还有这么多等着呢。你们先的，坐的先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老朋友了，不知道你在。谢谢。你的手机有吗？哦，快点上班。好，有道理，应该你们忙吧。哎，拉上车来吧，来吧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还行。可以。我跟你有一个影。可以，把自拍给你看。好。哎，能帮我拍一张吗？好。好，叶老师给你拍。自己做的，谢谢。这是玩家。我们今天是来看全身绿色。好，谢谢。我跟那个彭亮很熟悉，经常一起就是做策划音乐，做音乐。他是跟您很熟，对，很熟。对，我跟他合作过。是。那行，你先忙。哎，好。粉丝都酸了，说去杭州看你演唱会能不能合影？那能不能碰得到？看，可以。我就感觉，人太多了。不多。行吧，跟大家说声再见吧。对。啊。晚上现在很晚了。对。一会儿就演出了。对。行吧。那我们就下播了。再见了。对，哎，别忘了去看我演唱会啊。第一场是11月9号在杭州，啊，第二场是在南京，11月30号，之后是西安，啊，之后不同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换国潮，啊，换国潮，国风音乐会，演唱会，演唱会，啊，好的，去关注一下吧，去那个网。